北京冬奥村内的运动员公寓每一套户内都设置了独立的空调系统跟新风系统，通过新风系统的净化，它可以源源不断地给室内输送非常高质量的空气。那么通过独立的室内新风系统，我们还阻断了户与户之间、层与层之间空气的流通，也是起到了一个疫情防控的作用。我们在冬奥会筹备的过程中呢，一直是坚持的可持续发展和节俭办赛的理念。那在我们物资撤场之后，北京冬奥村呢可以很快的转换成为北京市的人才公寓。